杨坚想念那些年轻的创业的日子，他的人生在最鼎盛时急转直下，继承人杨广这将隋帝国延续了14年，他一定很熟悉秦始皇的故事，那位结束了春秋战国500多年分裂的始皇帝。杨坚或许从未想过，他与秦始皇竟有如此相似的终局。